淳朴、自然、艳阳高照，在热情台湾尾的屏东市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胜利之家。这个在1964年有一对挪威来的毕加士宣教士夫妇开辟的园地，直到今天，从一开始的小儿麻痹照护，到现在多样性的早疗及庇护工厂等服务，帮助了2000多个孩子以及无数个家庭。你好，你都看到我都没有叫我。对的，这是阿雄，他是我们专门处理资源回收跟浇花的。他有一个特别的病，他的皮肤不会出汗，他没有汗腺。刘侃是胜利之家的董事长，也可以说是这里的点子王和实践家。数年来，无论是胜利之家的扩建、辅具设计，到院生的生活起居，都有他的心血。而这位大家口中的刘哥，为了胜利之家从不停歇的态度，其实也可以从他的家世窥之一二。身为知名作家刘霞的弟弟，他对于身心上受到阻碍的朋友，更多了一份关怀与耐心，也从姐姐的身上看见了人的无限可能。你好，我是金玉。今天的真情部落格，这位来宾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姐姐刘霞。刘霞女士，她的待人处事还有她的著作都让人非常难忘，而且非常的佩服。不过她的弟弟其实在弱势族群当中也服务了非常多年，而且呢他也带给了屏东非常大的祝福。我们今天就要来访问到刘侃。你好。你好。你好。其实你应该常常听到别人介绍你就是刘霞女士的弟弟。对，就会让你觉得我自己介绍也是这样。没有在那个阴影下的感觉。没有没有没有，我很觉得很光荣。嗯，因为姐姐真的太特别了。对，她大你几岁啊？6岁。她很早就发病了，对不对？对，其实她发病的时候我只有6岁，那个时候是不太懂。真正懂的时候我大概已经10岁了，因为我那个时候需要去抬她。所以就知道说有一个姐姐是生病的，要把她从家里，那时候当然没有无障碍环境了，所以要从家里用那个藤椅抬到车子上。那个时候知道有一个病的姐姐，而且那个时候的印象是她要常常去医院。家里知道她生病之后的气氛应该是比较低迷了，后来很早就开始接触到信仰这个部分，是谁先开始的？这个是后来我听我妈妈很少跟我们讲他的信仰的故事哈。那有时他自己告诉我，因为他实在受不了了，因为二姐的病在台湾几乎就是绝症，没有可以医的。那个时候类风湿关节炎在台湾非常非常的少，连诊断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他说他有一次去打水，那时候还是要用这个没有自来水，还是建村里面还是用这种压手压的水，他实在受不了了，他说怎么办，老天怎么办。他说那时候很清楚，他跟我说很清楚，是然后听到一个声音，为什么不去信耶稣？他自己听到以后，他就看周围说，以为是旁边有人跟他讲话，就旁边没有人跟他讲话，他就觉得说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那到后来呢，过了没几天，就有一个道雅伯牧师到我那是清水国小，在土城旁边的那个清水国小，那我就回来跟妈妈说有人来布道，我妈妈就觉得这是好像真的是一个印证，为什么前几天才有人跟我说要信我，叫我信耶稣，今天就有人还不到。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决定我是受洗，他就决定说他跟二姐要受洗。所以那个受洗的那个水盆还是我从学校搬回家里去的。对，后来杏林子女士她的文章开始大受欢迎，然后姐姐变成了一个名人。那时候你怎么看的？其实我们兄弟没什么感觉啊。那其实是到后来他出了第二本《生命颂》之后，看到他那一本书，那时候从等于说我们兄弟姐妹间虽然聊信仰，但是没有聊得那么深刻，心里的话没有聊得那么深，心里的经历没有聊得那么深。但是我看了他的书之后，老实说一句话，我非常佩服。他的属灵经历真的是我们想象不到。刘霞女士前几年因为意外故事，那时候大家都知道，也为她很担心啊，很心痛。怎么会就是一个外人，然后这样的一个意外？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其实新闻7点钟已经报了，但是我没有看新闻，
我就到办公室上班，我台北的同事打电话给我说你姐出事了，我再打电话回家已经没有人接电话了，所以我赶快就坐了屏东到台北，那时候还有飞机，我坐了飞机赶快来台北。去了之后呢，就看到 X 光片是好像是一只手这边断的嘛，那骨头这两边，这边是断一节，这边断两节，这边断一节，很心疼。那个时候真的是，他躺在病床上，真的是担架上面是很无助的，但是我也是，那个时候送他从汀州街送到三总，我是就是坐在救护车上陪他嘛。结果他讲了一句话，害我也真是又心疼又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他说：“不知道老耶稣又要给我什么功课。”啊，我说耶稣啊，你不要给我们这么困难的功课好不好？啊，真的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的信仰到在那个时候还是很开放、很 open， 知道说苦难不是人生的终点。知道说苦难的后面一定有神的祝福跟他的旨意，这个对一般的人来说很难去理解的，是除非你经过了之后你才会看到。我当下他讲那句话对我来说是哇，我怎么去解读这样的一句话。是因为我想当时的刘霞女士大家都非常的尊敬他，所以已经是普遍义愤填膺的为他抱不平了。一般来说都会想追究责任，可是我们又从新闻里面很快的看到你们很快做出的决定是放下不追究。为什么可以这么快的原谅这个外佣？他要不要受法律的制裁，那是国家的决定，法律的决定。在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原谅他。我们觉得今天刘翔过去的，第二讲刘翔过去了，他去哪里了？他不是去到一个，他是去到一个有希望的地方。所以有一次一店的那两天，我记得很清楚，有个一店的同工说：“刘哥，你觉得刘姐现在在做什么？”我说：“我猜想，他在天上，一定是跑百米，一定是铁人三项，一定是撑杆跳，拼了命的跑。”哎，对，他以前做不到的事情，他要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认为他是去到一个美好的地方，所以我们觉得说自由了，我们愿意放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也了解说仇恨事实上伤害到是自己，不是你伤害仇恨伤害不到对方，仇恨伤害到自己。所以我们是求神给我们，真的是给我们力量来做这样的事情。各位青少年的朋友，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刘霞，我有一个笔名叫做杏林子。刘霞女士的一生，出色的文字、坚强的形象与对社福团体的付出，持续对台湾的社会工作带来影响，而这样的精神也似乎默默地传递到了刘侃的身上。他常常说其实在整个生活的条件当中最差最差就是姐姐，然后当他最后几年当中，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是辛苦的，都是痛苦的。他连要去讲话，他可能这个因为风湿性关节很厉害很严重，他连嘴巴打开其实都很痛的，可是他要讲话，就是说他讲话是痛的所以说他睡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像我们一般人可以躺到这么平的因为他的关节已经硬掉了。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其实他是家里最痛苦的人，可是他确实是家里最快乐的人。我有很多次的听到刘哥无论在演讲或者是说在私下等等的就是说分享，那也常常就是说拿刘姐做标准。对刘姐来讲的在这样子的就是说情况底下的话，他所以就是说他非常相信声音障碍者的潜能，那也认为就是说那个机会给他足够的就是说机会，是这样的，就是说机会跟支持会是重要的。在刘哥的生命当中呢，有另外一个女人对他非常重要，当然就是他的妻子。但是呢，他的妻子是一个挪威人，你们两个距离那么遥远，怎么凑在一起的？他是台湾中国信义会的宣教士，被派到台湾来的。那我们就在一家同样一家教会聚会，
那就这样认识。我们大概有一次团契到阳明山去看花季嘛，哈。那上了车，当时看花季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上了车之后，那个车子那个简直是挤到不行了。那我就站在车门口，我人比较高，抓着一只那个，一只杆子嘛，我还有撑着。但是我看他呢，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抓了，我就伸一只手给他抓。哦，我看他抓得蛮紧的。哎，我觉得哎，这个可能啊 ，something will happen， 也许有事情可以发生。后来当然我去。当然也是我比较采取一点比较，后来有一点主动嘛，哈，带他去，号称是带他去看，看什么花灯啊，带他去看话剧啊。那时候张晓峰的话剧，那个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最早的话剧，哎，那慢慢就有感情。所以你们两个交往的过程中，两个人的语言都突飞猛进，对不对？他的中文变好了，你的英文没有？我的英文的确是变好了，因为我们以前。交往的时候呢，他后来到屏东基督教院来工作了。那我在台北嘛，那不可能天天见面，所以我们每隔一天写一封，彼此写一封限时专书。两年的，都写了300多封的限时专书。那我是用英文写，所以英文就进步了。你后来有个外号叫限时专送，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到平基的时候，人家说啊，限时专送先生来了。交给外国女朋友，家人没有意见。我是先把她带给我二姐看，那当然二姐后来说，她说她是被她的淳朴所说服的，所以她后来就说服我妈妈，所以后来我觉得在我们家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大家都很快就接受他了。你婚后到挪威住了一段时间，对不对？两年的时间，那边纬度很高吗？我是住在挪威最北部一个叫做克肯克斯的地方，它一年在最北边的一年有3个月的白天，三个月的黑那个黑夜，是完全白昼，完全黑夜。哇！对，我们这边看太阳是这样上去，这样下来嘛，对不对？对。东边起，西边落。它那也是东边起，西边落，但是它这样落了之后，它不是落到下面，它然后一个曲线又起来了。所以在那边最早开始看到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叫做他们叫做午夜的太阳。哇！午夜的太阳非常非常漂亮，那个有什么不一样？金光，那个就是像我们。如果把我们的落那个叫做晚霞乘10倍，那就是那个，我的天哪！就是那个你想象就是那个光景。所以大家作息还是按照时间固定，可是就是那个白昼黑夜，大家要去适应。大家要去适应。那3个月都不用开灯了，很棒。那另外3个月就全部都要开着灯。那就所以挪威人说他们，黑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有忧郁症。因为看不到太阳，太久了。对，太久了。你在那里学历完全不算嘛？不算数，台湾的学历他们不承认的。不算数，所以我必须要在我岳父的修车厂里面当学徒。你在台湾是工程师又是公务员，你到那边去，这样一切归零，不会很丧气吗？的确很沮丧。但是当然，信仰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讲还是蛮重要的一个支持的力量，因为要不然的话，在看不到太阳，不会讲话。所有的你没有任何的这个社会的网络，你连打个长途电话、国际电话都不会，很沮丧。不过你在那边好像看到了一些让你大开眼界的制度。对，我对挪威的了解，其实我慢慢越来越了解，就很佩服这个国家，很佩服这个基督教，的国家，比如说呢，他后来我去读这个他们的善工学校，才慢慢了解到他的社会制度。以前只是在外面看不理解，比如说他对这个单亲妈妈的照顾，除了给你很多的生活补助之外，我觉得最让我佩服的是他问你说，要让你有一个能力可以自己自力更生，可以自己有工作。很多的单亲妈妈发生的时间都是，比如说初中、高中不小心怀孕了，没有办法继续再升学的。那这个时候正是需要教育的时候，那就会有人帮你看小孩，送到托儿所，又帮你看小孩，问你说你要学什么，你的兴趣在哪里，一定把你培植到最后，你有一个职业
可以养你的孩子，这是我第一个、嗯、第一个让我觉得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地方。后来我自己的小孩建筑硕士毕业，那是我们家第一个孙子要毕业嘛，所以我妈妈也想去，但我们一定要回去嘛。哎，我大姐那时候她说我也想去，我也看看，所以很多人都说要去，哦，她就很紧张。那我不了解说，那人家去你毕业典礼有什么好紧张的？后来我才知道，她跟我说，他们的毕业典礼就是他们的毕业考，25个毕业生要在外校的裁判，要在业界的裁判，要在也许是北欧国家另外请来的国家请来的这个专业的教授面前来 present 来讲你的东西，你能不能毕业马上就举牌，所以不能毕业的父母都在下面看哦，明年再来。我起先说哇，我说这个不是对小孩子压力太大，那后来才知道说这个真的是很公开的一件事情，公开、公平、公正，对不对？而且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求财的场所。但是更让我惊奇的是什么？我儿子跟我后来告诉我说，这个建筑学院，他今年能够拿到多少的国家预算，端看你去年有多少毕业生。如果学校不努力，如果学校不好好教。对，你在别，而且不是在自己的老师底下来评断，对 对, 对，是在外校，没有包庇的，外校的评断底下，你没有毕业生，你明年就拿不到钱。啊，我对挪威的教育制度是佩服到极点。他说：“哎呦，你这里这么热，不要坐来休息了。”所以他回了他一句话，笑笑，不能休息，老师会骂。他今天觉得说我怕他骂我，因为有一个人尊敬我，他爱我，他尊重我，那我也要尊重他。这个是已经做好了，现在是插这个上面的线。这个头而已，他现在在做平衡，所以电扇才不会断。刘侃是土木系的高材生，他的专业与创意也为服务对象创造了新的可能。这从他为胜利之家的院生开创电风扇事业就可以看得出来，而从他身上也总缺不了幽默与热情。他是学土木的。所以也跟他个性很吻合，是他对很多这种新奇的事物，那电脑各种的软硬体的这个好奇跟很想要去了解啊，从了解中去熟悉，再发展出对孩子们有利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工具。其实那时候大家都很怕他，对，因为他常常可能都走路都在想事情吧，所以他就比较笑容比较少一点这样。可是你真的跟他相处，会觉得这个人很，我有时候都说他很三八这样子，因为其实他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会很突发奇想的事情。他其实还蛮爱开玩笑的这样子，如果你跟他熟的话，然后他常常会天马行空的乱想一些事情这样子。对，他总是非常的快乐，那总是会在很多话题里面看见他，不管是自我调侃啊，还是说讲一些有趣的事情。他并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应该是说该认真的时候他是很认真的人，那该玩乐该吃喝的时候他也是一个非常享受在其中的人。那这一点跟刘姐是我觉得是蛮接近的。刘哥本来已经打算要定居在挪威了，可是后来呢又回到了台湾，然后现在夫妻两个人很大的事工都在台湾做付出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呢？不然平基的这个差会就打电话给我太太，问她说你要不要回来台湾啊医院工作。那她问我，我说我当然要啊。其实我那时候还是觉得在挪威是蛮辛苦的那两年，所以我还是很喜欢回来基督教医院工作，所以就是那个机会就回来了。
普里的基督教医院工作，那他还是做护理主任。我起先两年是做展望会的市展会的那个仁爱乡的一个营养跟就是婴幼儿的营养跟环境改善的工作。这块以前在台湾你是没有接触到过的哦。对，我几乎就是要重新开始学习。所以你应该也不了解那边资源居然怎么样的缺乏。不了解，我在台北长大的孩子基本上是不知道说生活可以这样子过。嗯，你有看到很让你心疼的案例哦？对，有一对夫妇在普吉生了一对双胞胎。我其实一直很期待有一对双胞胎，啊，我就觉得双胞胎是上帝特别特别的恩典。那他当时回去以后，我们牧师那时候也在我们的这个婴儿的营养计划里面嘛，所以就会去看他。看他都长得很好，但是有一次再去看的时候，怎么只看到一个小孩？那就问他说：“啊，另外一个人？”他就说：“死了。”我到现在还不能理解，说一个双胞胎的一半过去了，他的这个表情是那么淡然，好像没什么事。那个我都了解到，他们生活就是这样子，他必须要去接受这件事实。对，整体来讲，他的卫生啊、医疗啊、资源啊，都住得比较远，你从山上冲下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很简单的疾病就要命了。我们觉得生命在那个地方真的是不像我们今天这么觉得说有价值。所以这个对我也对我来说是冲击很大。我就有觉得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来让生命能够活得更好，能够。所以你就卷起袖子开始用发挥你的土木专业，对不对？你去帮他们牵水管什么的。对、那个时候，那当时用水是一个干净的水，其实在每一个地方都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存条件。生存条件，你水不好就会拉肚子，就会小子拉肚子，大就会痢疾到。所以干净的水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找到山头就做水池啊，做水池让积水让大家可以用。你也有碰过一些让你觉得很无力啊、就是很沮丧的事情，觉得好像帮不上忙。我看到一个对我来说印象最大最深的是一个，我看起来是一个十七八岁的一个女孩子，就我没办法表现的，躺在一个墙角，手上就是拿着米酒在那里喝。那酗酒在那个地方是蛮普通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就要酗酒，我觉得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了。他为什么会酗酒？应该慢慢进到是社会层面的一个问题。没有地方，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受教育，在社会上没有得到该有的一个地位，变成这样的问题。我实在觉得蛮痛心的，也很无力感。一个花样年华的一个女孩子就躺在。那我知道这种喝酒喝到这样，大概活不到三四五岁。所以以你一个学土木工程的来说，虽然你可以帮一些硬体上的忙，但是内心的这些辅导什么，你是以前没有学过的。大概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让你重新回到挪威去充电了。对，所以我就去了他们一个这个教会版的服侍善工学校。其实服侍善工，我那时候听了一学期，挪威文不好，是鸭子听的也听不懂。最后的下一期的半学期，我才能慢慢懂。我一直问老师，什么叫做服侍善工？什么叫做 diakonia？ 一直在问，他说这个就是服侍。那个时候我才了解到说，基督徒其实，一个教会真正的责任，除了传福音之外，你必须要看到人的痛苦，你必须要看到这个世界上这种苦难是怎么来的。我们教会面对苦难有什么样的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什么样一个 response。后来回到台湾之后，在胜利之家看了这么多的小朋友，我那时候跟刘霞是姐妹，是兄弟姐妹，所以不会觉得她很苦难，因为我妈妈照顾，爸爸妈妈照顾的还算不错，到后来她自己的发展也不错。但是我后来刘霞不是所有的身心障碍者都会变成像他一样，还有很多人真的是很难过他自己的关，很难过自己的这个社会上的给他的这些歧视，跟他没有照顾到他，所以那个时候才慢慢在我脑袋里面那个服侍的那个神学的思想跟我的生活跟我以前的经验才慢慢拼凑起来。哦，原来才理解到说第一，基督徒对苦难要有责任；第二，看起来是身心障碍者，很多不全的，但是不要忘记，神给人的潜能实在是非常的大，在这个地方好像不能发展，但是就看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帮他找到一条出路，让他能够发展下来。院长好，院长好，客人好。胜利之家的工作转型至今，服务的对象越来越广，也成立了烘焙、洗衣等庇护工厂。流坎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要为每一个服务者找到合适的工作定位及自我价值。他为胜利之家画的蓝图，不光是给人钓竿，也努力教人钓鱼。因为那时候我来工作的时候，他是主任嘛，那其实我觉得他那时候我们所有的要去处罚学生的那个状况，那个情形都是在他，所以哪个老师跟他说哪个学生不乖啊，然后他就会处罚。可是他又不喜欢打小孩，当时的铁鞋都很重嘛，其实他们也都很不舒服，所以他们要借故礼拜五去修铁鞋，礼拜六礼拜天就不用穿铁鞋，因为我们那时候规定一定要穿铁鞋。然后就很生气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们故意，他就把他罚在床上不能下。因为其实他也知道不应该这样，可是他会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不穿你就是失去行动的那个部分，而且对你的身体是不好。我觉得他，但是他，我觉得他即使罚完，他自己心还是很软啊，这样子。有一次我们在看到有一个病床的一个小朋友的需要，他右边他比较行动不方便的，那当人拿东西过来进来的时候，也许他的门进来就是进到病人的，或者说小朋友的右边，那个小朋友又很努力的从他的左边又拿到这个右边的东西来，可能吃一颗药，可能拿一个东西，这个是很简单的，我们觉得啊就是这样哈、哦。可是他会想，你为什么不放到他左边去？哦，所以他会用这个小朋友，或者说这个病人，或者说这个著名的需要来看出。不是要我们做一个很大的什么改革，可是你有关心到病人的需要，病人的有限性，你要方便他，哦，那我想他是用这样的情感来告诉我们的同仁。刘哥后来进入了屏东的这个胜利之家嘛，其实在这里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在这边收的是什么样的孩子？胜利之家开始的是小儿麻痹的，我72年过去的时候，小儿麻痹已经没有了。所以那时候我看到是脑性麻痹的，以前的小儿麻痹，我们这样说的话，他只要复健呢，只要穿上铁鞋哈，或者是做一些手术、做一些开刀，基本上你可以去上学，因为脑子没有智力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脑性麻痹呢，他的智力是有从最好的一直到最差的都有，那活动的能力从有活动能力一直到完全没有活动能力都有。说在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氛围里面，其实父母亲是那个时候台湾的复健还几乎没有什么发展，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胜利之家呢，就希望建立起一个教育跟医疗复健能够整合的一个模式。你刚去的时候资源也不够嘛？当然不够。可是孩子很多不是吗？孩子我们就要挑选。孩子，我们那个时候大概，慢慢进，
所以我那个时候是从他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年级一个年级进来，所以到最后我们九个年级就是初中都有的时候，我们胜利之家那时候有12、13个复健师，那个时候几乎比一般的医院的复健师都多。对，你在那里还做了一些改革，就是要陪孩子念书。的确是，因为小孩子，因为这些脑性麻痹的孩子，就是动作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所以呢，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写字，而且又讲不出来。对，语言上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那时候最早开始，民国75年、76年就开始使用电脑。我们那时候那个是苹果二号啊、小神通啊，都是我们就开始使用。可是你有改造对不对？你把它做成一个特殊的辅具哦。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手没有办法去打键盘嘛，那个时候我就到了那个大发工业区的那个电脑的这个解体厂，去买了很多废的那个人家废的键盘呢、啊，废的这个电线，那个电线很好，那是银的线，然后后来把它焊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键盘，让它可以做到。那时候我们最早开始的，但是因为毕竟你没有办法做到100%每一个人都每一样东西都要会，所以你要怎么样评估什么样的孩子要先学什么？有的孩子呢，他可能上身的发展，就是手部的发展比较有可能，有的呢是腿部的发展比较有可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要看说到底这个孩子他的智力的情况是怎么样。如果智力情况很好，但我这样说，有的时候你发展的上面就下面就没办法了，有时候发展下面上面就没办法，你可能就需要在中间做一个选择。选择的条件就是说你到底你的智力情况怎么样，如果智力情况很好，我们尽量往上面来发展，让你能够好好去读书。那如果智力情况比较中或者比较差的，那我们就尽量让你能够行走，能够发展这个所谓的生活自理。哦，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抉择不是很容易，这个还要跟家长做很多的沟通，还要做很多沟通。你们这样的努力其实也看到了很好的成果。对。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胜利之家其实最近这几年呢，一直在做这个庇护工厂。我们有一个洗衣工厂，那洗衣工厂就是洗医院的衣服、洗旅馆的衣服啊这些。那有一天就来了一个20几岁、28岁的一个年轻人，他来的时候呢，真的我们很怕，哦，尤其是女老都通常都是女老师去带嘛，骂人，不听话，哦，有时候把酒带来，或者是喝得醉醺醺的过来。那这种而且是智能障碍的，这种你看了大概就双手一摊，回家自己过吧。但是我们那个老师真的是很有爱心，他跟这个孩子我不去讲一点他的家庭情况，他生了不久呢，他父亲就跑了，但是这个妈妈实在是很伟大，她一直都爱这个孩子，但当然她周围的人就对她不是这种态度了。所以当这个老师开始跟这个学生接触的时候，这个学生很快就发现这个老师是真的关心他，因为他后面有一个人在爱他嘛，他很快就感觉到说你不是在欺负我，你不是在骂我，你对我很有爱心。所以他在那里大概2年3年的时间就已经开始做工作，就可以拿到3000块、4000块一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差不多8000、9000、10000块钱了。不喝酒了，不骂人了。更让我一次感动的时候，他写的说，有一次他的朋友来，我们有一个轮烫机，那他的一个同学来说，因为说那个轮烫机都要用蒸汽的，说那里很热。他说：“哎呦，你这里这么热，不要坐来休息了。”就他回了他一句话，笑笑的，他说：“不能休息，老师会骂。”老师会骂这件事情，我们觉得不稀奇吧？但是我在想，他哪里怕人家骂？他已经过了28年被人家骂的，30年被人家骂的生活了。他今天为什么怕这个老师骂他？
我讲过很多次这个故事，我讲那个故事我自己也会也很感动，很想流眼泪，因为这个孩子的尊严回来了，对，自重，因为他对自己他骂人其实是一个反射，那个只是要保护他自己而已，他今天觉得说我怕他骂我，因为有一个人尊敬我，他爱我，他尊重我，那我也要尊重他，这个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一个情操，非常高尚的情操，这个对我们在一般人身上，那骂我就骂，我管你的，对，但是对他来说，他把这个老师的话看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对我的印象是什么，对我的感觉是什么，这个真的是回到我们圣经里来说，人的改变就是爱，除了爱能够改变别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他。现在院里的有一个孩子，10岁，重度智能障碍，重度的脑性麻痹。他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对我来讲啊，是上帝要，也许要让我们提醒我们说，人生命的脆弱。你好，等一下，海珍，你来这边。等一下，有没有卫生纸？这边。眼睛有一个你。是，内心主事。在多年的服务里，刘侃接触过的孩子不计其数，这些被各样病症缠绕的幼小心灵，虽然让人不舍又心疼，但他更因着坚定的信仰。明白上帝创造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与美意，就算有99%的不可能，他仍然为了1%的可能而付出心力。来看这边，看这边，来我们坐下。来看这边。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棒的传道人，他看很多圣经的角度啊。那以前我们在圣灵之家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他来解释圣经的一些某些的话语，我觉得他都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一些观点。那我觉得这些观点也常常让我们省思说，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来看待人的服务。其实刘家有一个共同信仰，上帝，信奉基督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在这些弱势的工作上，我觉得相对他们都是神爱世人嘛，那他们也愿意把这样的爱，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去介绍给这些软弱有苦难的人，所以我觉得刘哥投入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一定跟基督教的信仰，还有刘姐是他的家人的一个遭遇是有相当大的关系。刘哥也是在服务了很多身心障碍者之后，回过头来更能体会二姐刘霞女士她的心情跟他当年的那个状况，对不对？对，我现在更能体会他在书上说他的膝盖是小痛、中痛、大痛、狂痛，几乎他所有的关节都坏掉了嘛，所以痛不是痛一个地方，是全身开始痛，而且那个痛，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后来我从他的身上也看到了一个很清楚的事情。当你不怕痛的时候，当你真的依靠，对他来说依靠神的时候，这个痛就变得可以过了。所以我常常跟这个同事们在说，我说今天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人家都说我们很有爱心，其实我说，其实讲爱心还不如讲我们对神有信心，因为我们觉得神给我们的生活是可以一直走下去的。而且很特别的是，刘霞女士，因为她处在那样的一个非常其实痛苦的身体环境里面，但是她所发挥出来的潜能，跟她后来所达到的这个成就，也其实很明白的告诉你，不要轻看你现在手上的这些孩子。对，因为他们其实有很多的潜力，只是没有发挥出来。对，所以你可以很正面。对，我的姐姐可以，所以他们一定很有希望的。我觉得今天他们潜能是没有发挥出来，是我们没有把他爱出来。你爱真的是，所以你看，你真的去爱他的时候，你会帮他想，你会帮他找他到底有什么，
像我再讲一个例子就很有意思，我们有一个女孩子在我们那边是智能不足的，也是骂人，你跟她稍微说，她马上就给你骂回来，那个简直是，而且骂的那个话是粗鲁，那简直不是一个我们觉得一个女孩子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她就是这样骂的。这个女孩子在我们机构已经蛮长一段时间没有进步，后来她开始进步了，为什么？后来才知道说这个女孩子她很喜欢漂亮，很喜欢保养品。好，老师就找到，你喜欢保养品对不对？你要不要买保养品？要。但是一瓶保养品要多少钱？一瓶保养品也许要500，你今天有多少钱？50。你现在马上就要知道钱的观念了，50块要存多久才会变成500块？嗯嗯，这就是一个教育的开端了。你要去店里面买东西，你要不要跟人家接触？要跟人家接触，你就要学习怎么样跟人家讲清楚、客气。你要去这个店没有，你就要去更远的地方，你要不要坐车？开始所有生活相关的技巧，这个女孩子都要开始学。她有没有兴趣？很有兴趣，因为她要买好的保养品。好有趣哦。是不是？嗯，所以真正的教育，我以前很早就知道，教育是好奇心跟好胜心，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些人身上是那么明显的一件能够表现出来。可是刘哥，我想有些家长还是会疑惑，如果他的孩子是状况非常非常糟，不像这些可能还可以烫衣服的，那你怎么去相信上帝造这些孩子是有他的目的？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嗯，像我们现在讲，现在院里的有一个孩子，10岁了，重度智能障碍，重度的脑性麻痹，妈妈已经过世了，父亲从来不来看。他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对我来讲啊，是上帝要，也许要让我们提醒我们说，人生命的脆弱，因为成为身心障碍者，不是那些人的特权哦。你跟我，对不起啊，今天任何一个时段，都可能成为身心障碍者。外面一场车祸，脑袋里一个血管栓住，你马上就倒下来了。那今天我们也只有在神的启示跟爱的底下，我们才会找到这些人的价值。二姐真正找到自己价值的时候，是她开始有信仰的时候。在她没有找到信仰之前，生命对她来说是没有意义，是痛苦，是愁烦，是恨不得今天就离开这个世界上的一件事情。它的意义，今天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也许是告诉我们，人要靠着神才能活得下去，才活得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也许是今天上帝牺牲了这些人的生存的权利跟快乐，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活。刘哥，我们来看大家对你们的祝福。祝福刘哥要注意身体的健康，那身体的健康是服事的基础，那愿在这条服事的路上能够以你为榜样，那也能够以你学习为学习的标杆。愿神祝福你跟刘嫂还有你的孩子们，多照顾自己，因为我们还有一大票的人需要靠着你这样子。那也祝福你，也谢谢你在这个漫长的职场路上教我很多事情，谢谢。我只能说，刘哥是我永远的老板，永远的朋友。那我就祝刘哥这个心想事成啊，所有他的工作都有神的带领跟祝福，那越来越快乐，越来越自在，啊，越来越自由。你是一个非常有感性的人哈，这个是我难得一见的哈。那也祝福你哈，那感情当中哈，我觉得你是喜怒哀乐
哦，也是一个很能够表现的一个人哈，也是我们觉得很值得敬佩的哈，因为是不容易的，要把自己的感受开放，然后是一个也冒险哦，因为容易得罪人哦，可是你确实不因为这样原因而隐藏自己的感受哈，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敬佩的地方。谢谢你，谢谢你在对一生的付出，在对无论是在于青春，在于你的专业上面，乃至于在于你的心力上面所做的，我相信神会纪念你的付出，也纪念你的劳苦。那在这上面的话，更会保守你跟你的家庭。所以刘哥，在您做这些服事的工作这么久之后，我不知道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观众朋友来做分享的。在我们社会里面，做一个基督徒的真的是有相当大的一个责任，你要把你的信仰能够活化出去，真正的能够去做到一个服事的人，去爱你旁边的人，去服事你旁边的人，去关心你旁边的人。这个大概是我觉得说做一个信徒最对我来说最忠心的一件事情。刘湘女士她曾经说过，人生是一连串的挑战，我们不求苦难离开，但求战胜苦难，但我们不重于战胜，乃是要重于有没有一颗勇敢奋战的心。我想这句话是道尽了很多身心障碍者他们还在很努力的生存下去的心声。而刘湘女士她也说，生命的价值不在你得多少或是失去多少，而是在你是否全心全意的努力过去，散发你身上的光和热。而这句话呢，我倒是觉得应该是很贴切的诠释了他的弟弟刘侃在这个工作当中的一贯的信念。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这对姐弟对台湾真的是很努力的奉献他们的光和热，让台湾变得更加温暖了。好，谢谢你，谢谢刘哥，谢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我们看见了刘侃弟兄啊，恋爱结婚，我们也看见他一路在服侍，帮助的都是弱势，最后他在胜利之家这些年，你看他做的，因为他的爱来自上帝，所以他产生的一种力量，别人放弃的，别的家庭别的父母放弃的孩子，他每一个都照顾。这个肢体有问题的，脑性麻痹的，一个一个照顾。人家觉得这些孩子都不可能，但是就可能。你看那个脑性麻痹的孙家良最后怎么样，博士学位。所以从这里看到了，有心的地方就有爱。我不晓得你或者你周边有没有一些有缺憾的，我们来帮助他，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见着刘侃弟兄他个人的见证，我们看见了在别人放弃的，在别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他专找这些，他收养这些，透过了福音机构胜利之家，把这些孩子收容了不说，给予他们好的健康的教育，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有运动，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复健，让他们能够读书，一切的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最后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孩子真的有很好的成就，谢谢主耶稣。希望电视机家前面这些家庭，若是遇到了有一些自己觉得要放弃，我们看一看，神不撇弃哪一个人的时候，你自己要不要用坚持，把自己身边这些有困难的孩子、有困难的家人、朋友，给予他帮助，给予他爱。使他们能够真正的
享受到了那一份来自上帝的平等，恭敬地为电视机前面这些人、这些家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没有人愿意，可是神的爱使我们必须要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是应该的。愿上帝赐福你。